大家好，我是大教主执行长洪贤斌，在这里为大家宣导今年进香大教主的注意事项。在这里呢，非常希望香灯角特别注意到，就是妈祖在行教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可以让出空间给妈祖行教。因为这几年进香的香灯角的人数成长众多，我们的行教空间已经是越来越狭窄。妈祖在行教的时候，他有时候教室比较激烈，大家如果一窝蜂的簇拥在妈祖神教旁的话，很容易造成推挤跟跌倒的危险。在这里要特别呼吁大家，尽量在妈祖行教的时候能腾出空间给我们大教主去执行妈祖的任务。在这里也要在此呼吁大家，不要任意的触摸妈祖神教。第一，也是展现对妈祖的尊重；第二，也是安全性的考量。在此特别呼吁，妈祖在行进间或是静止的时候，请勿随意触摸妈祖神教。关于任由卡这个问题，我要呼吁一下我们的香灯角，由于妈祖进香的途中，它有一定的时间上的紧迫性，所以希望有报名的香灯角在进香的途中不要钻轿底，把机会留给当地的民众。不管你有任由卡无，妈祖无论甲咱保庇，最重要的是咱的心。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文化，需要由你我一起共同来维护。